有人吗？我是负责旧屋改造的。有人吗？周若文。有什么要对我说的？你是来做设计的，应该是你对我说些什么吧？你换了一票的设计师，画了五六稿都不满意，就是为了引我出来吧？李楠，一年不见，你的脸皮越来越厚了。你每天陪着我上下班，难道不是为了保护我吗？你有证据吗？吃我的早饭了吧？没有，不好意思。帮小孩捡气球了吧？你在做梦啊？你一定知道我在上欧工作。我不知道上欧现在录取标准变这么低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咱们实在是太有缘分了。记者招待会之后，三番五次让我们见面。既然这么有缘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再续前缘啊？周若文，我都说你这房子太破了。洗了一半，连热水都没了。是你？周若文，他为什么在你家里？很奇怪吗？原来你就是那个设计师啊！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。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你说我们俩什么关系？